找个时候啊，给你爸赔个礼。我怎么就不行了？对父母，对你媳妇儿，那说点啥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明白。孙子越来越懂事了，也没什么招待的，都是家常便饭。严点好，就得有人管着点，那要不然那不就乱套了。别一说啥出来，我就不。你看你这孩子，你爸考虑的多周到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爱去哪去哪，你爱结婚不结婚，给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那车借我用一下吧，去趟北京买不着票了。成王的意思是我们俩一起去北京发展。走，咱们回家。你以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可以长大？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我大人？